在两军对阵，伊竟然暗器伤我，惹我生气。伊伤我一镖，我害伊三次。王妃，人已经死了，你搁再伤心流泪，嘛袂当挽回伊的性命。而且，目屎是真宝贵。上惊就是看到查某人流目屎，你若是伫我心肝听见，你若问伫我心肝为难，王妃，请你为着我这人，莫搁再伤心。是这个狗子，如同狗心同一般，所以我就对面狠狠做伊下手了。我想要来想，想要来听伊爱。如果你若同意，想要娶你为婚妻，王子。你是为咱两个失踪，当年好失踪。王妃，要王妃呀，唔嘛Okay.
番要双双对对，安怎？家己什么关系？啥个无关系？你竟然变到这样卑鄙下流！你明明知影，咱是这班公的后妃，你莫爱当，你这个所在，一人之位。哦，讲到这么清高。传销，嘛在我目睭内，你只是一句唔声叫，唔免讲话，三车票，也过去你家当，一匹布，起码价值唔值恁三铺，我根本要甲你掠做死分母，你伫我身躯边。等一种事迹，嘛不可能到我身躯边，我恨天怨地呐！你准离开，唔通高山呐，我也是阿飞。哪敢再讲，你是假来去啊？是个查某，是你在风烟不地方。当时我要爱伊，要当作我家己，哪甲我拒绝？我小宝天的机遁来宾，是对方失败的兵。我要甲娶倒去，只不过我得不到物件，嘛袂当别人得到手，所以。我开始冷淡伊，我唔识伊，伊多穿遐奇装怪女，所以来才找我麻烦。所以甲你说说，伊又骨着真奇怪，人比人气死人，何以安尼死我真讨厌。王妃，你都无同款咯，你敢知影我记得你头一面了？真是要投入你的怀抱，我真是要给你扔下来，这种感觉我嘛未晓形容。怀疑，我知我是为你所想，我嘛为你离我，以后无你的日子，我的人生所过未清彩，所以要再做困兮之大。小霸天是真心爱的，请你可温柔一点，唔通反抗我，我会做一个好暗杀。
계속 시원하네요. 어머니. 응? 우리 남자 어머니께요. 어. 수고해 예뻤다시. 我都 一直送到身躯边，其实我也有心在甲走你啊，不过真奇怪，伊在我好心好，我好心福，有证明叫你我身躯边，我送你好，但是行行顺利，所以伊就不离开我。我对你是真情啊。 是我不应该，我被错了，大家经过爸母说出，我不应该，这件大事我来送你外父母，你等我，我找我父母来，大家等我，不能想袂煞，你是送袂出去，太好。